男闺蜜又来看我了，还给我带的饼干。哎呀，这是我妈从俄罗斯拿回来的，给我吃的，人家我半夜饿给我吃，我看你这难受，给你拿来了。哎，你这药也没吃啊，谢谢。我一看没吃呢还。什么叫还没吃呢？你吃的也少啊。不是我。怕难受吗？嗯，好多了，就是，但是你这窗帘能不能拉开呀？你能不能把窗帘拉开？你这阳光你得照着。最起码得拉个窗帘啊。我一动都不想动。哎呦我。哎呀，晃眼睛。哎呀。一拉开黄眼睛，药也没吃，没有。体温凉了吗？没有呢，但我觉得我应该退烧了。量量体温，又不吃退烧药啊，一会儿。因为不疼不难受了。不难受了就不吃药了。就是，我就这样。妈呀，上次再好好甩甩，上次都到42度了，忘甩了，夹上。嗯，行，夹。看看有没有吃退烧药。行。药也没吃，啥也没整。你这饼干我还挺感兴趣的。哎妈，我拿饼干给你们看看，俄罗斯带回来的，你看还挺漂亮的，盒子上面是套娃的，这药也没咋吃啊，这样的。好吃吗？挺好吃，是挺好吃，但是我好像有点失去味觉了，我能尝出来甜味儿，它是甜的，但是尝出来很香，现在那完了，那不浪费我这饼干了吗？没事，这么多呢，留着妈妈吃。不行，我拿走吧，要不然你吃不白瞎了吗？那不行，给我了，你想拿回去，门都没有。失去味觉了，你失去知觉才好，我才高兴呢。你看你这药也没按时吃，肯定的，这刚几粒儿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真是，哎呦我，生病了没有力气跟你斗嘴。你等我好了的。哎呀，这时候正好是我反抗的时候。来，先别吃饼干了，漱个口，把药吃了。这我要不来时候，你都不自己吃啊？我寻思，等会儿的。妈呀，这都几点了？等会儿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也就是你跟我说你要发快递，我来给你发快递吧，要不然我都不带来的。快，药。嗯，这么多。正好不用吃饼干了，要不然浪费。多喝点水，别就喝那点儿。你再喝一口，看。不喝了，喝不进去了。不喝，那我给你灌里头吧。行了。哎，快递我打包好了。哎呦，我还寻思我来整，连这快递都整完了。妈呀，你行啊！我怕你整不明白，我就自己。这家伙懒的，药也没吃，饭也没吃，穿啥也没拉的，快递整完了。这家伙这为了赚钱行啊。我那我走了，我就来发快递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也不想管你了。晚上能带点好吃的看我吗？吃啥？麻辣烫。麻辣拌。麻辣香锅。你掉麻辣堆里了。晚上吃啥？我也不知道吃啥。晚上披萨炸鸡。晚上再说吧。行，我不晚了，这快递我先去发了，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好，照顾自己啊。嗯，自己看不动机会看吧。会看。要是发烧吃那个退烧药，刚才我没给你吃退烧药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看，一个女孩独居，然后生病了，多难呀！得亏身边有这么个朋友。其实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但是嘞，他们都是上班干嘛的，他离我近，然后比较方便，都认识十好几年的朋友了，然后得亏有这么个人啊。哎呀，不用像我第一次阳的时候自己在宾馆里面，简直差点没死过去，这还有个人照顾我，起码有个人过来看看我还有没有气儿，还出不出气儿了，还能给我带点好吃的来。嗯，这小饼干不错，就是我现在这确实有点失去味觉了啊，现在只能尝出来甜味儿。哎呀，喝上药了，我再吃两口饼干，我再捂着睡一觉，再出出汗，我觉得应该就能好了。今天脑袋也不疼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厉害的，这身体还是杠杠的。你看几片药就给顶回去了啊！行了，我要再捂一觉，再睡一觉，再出出汗，我估计就好了。